自带清凉的北欧风热带食物，放在家里就像住进了森林一样的感觉。带大家认识一下吧。圆叶轴松，叶圆形或半圆形，整个叶面开展，亮绿色，叶片非常的漂亮，到了秋天还会结出圆的红色的果实，非常喜人。不过价格有点高，150厘米的价格就要好几千了。龟背竹出现率最高的网红绿植，龟背竹株形优美，叶片形状很像龟壳，所以它的花语和象征意义就是健康长寿。如果龟背竹不开背的话，还有一些小妙招，私信我可以偷偷告诉你哦。散尾葵耐阴性强，有招财纳福的寓意，群组种植的时候非常有丛林感。散尾葵除了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外，还能够净化空气。春雨，它的中文正式名叫仙雨曼绿绒，它的叶子很特别，就如同天使的翅膀一般，郁郁葱葱的羽毛状叶子聚在一起，展示出生机盎然的气象，给人以青春、活力、希望的期待，是近几年很受大家欢迎的观叶植物。天堂鸟也叫鹤望兰，花期在冬季，开花的花朵犹如仙鹤翘首以盼，颇具观赏性。这么北欧风的植物，还不赶紧安排上吗？这些丛林北欧风的网红植物，你喜欢吗？ Garden Go, your landscape consultant.